那你看到的是景气复苏，现在航空业也要大举招募机师了。中华航空明年公开招募了120位机师，从昨天开始开放报名，涌入了1700人来投报来参加。除了有飞行经验的名额有90位之外，另外还开放了30位没有经验的人来报名。开飞机英文能力是第一关，多益的成绩起码要650分以上，还要能够一心多用，考过之后还得出国受训1年8个月。不过呢，辛苦的机师当然算是高薪职业，月薪从18万起跳。右側からの風が少し強いので、ターゲットアプローチスピードを多めにセットします。ロジェ。木村拓哉在日剧当中扮演机师，多金帅气的模样，再度迷倒一群婆婆妈妈们，想跟他一样晋升机师行列吗？现在机会来喽！华航明年大举招考120位机师，开放报名首日就涌入1700人报名，录取率不到2%。不仅男性梦寐以求，现在也有不少女性来抢饭碗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开开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升空吧，起价吧。华航射手只缺除了90人需具备飞行经验，另外也开放30名无经验者报名。身材条件没有特别限制，不过有学历门槛，还有多益得考过650分，经录取还得出国接受至少1年的飞行训练。另外人格特质也很重要，能够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都能够体察到事物的进行，这是我们所谓的一心多用的特质。机师月薪18万起跳，最多还能高达40万。长荣也打算跟进，预计释出150位名额，不过时辰还未定，但是想要脱颖而出，先通过英语检定考试再说吧。记者许慧美、陈云范台北采访报道。